大本营，我是快乐家族，掌声欢迎宋仲基。综艺首秀来了，三二一，开始，走吧，走了走了。好慢哦，哎呀，真的，呀呀呀，来，何老师先，何老师先，何老师先，跳，哦，好，抬抬吴昕，吴昕你跳起来一点，用点劲，头别低，头别低，啊，哎呀，我傻了，应该换我的。哎呀，一二，好，好，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好，星星，我是有看到你想要跳起来的欲望，真的。我觉得这一轮吧，星星跟何老师都是你们那组的卧底。我必须说，我很感动。因为中间在大概在跳第五下的时候，我个人是想放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我看到宋仲基还是在不停的在努力，对，那个我就被感动了。我一直充满希望啊，真的。你也是让我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可能了。结果吴昕说好，等一下我调整一下，我调整一下，然后看了之后一次就哇。我跟你说，我是决策性错误。怎么说？那我们三个男生跳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我其实不是特别懂你这一场派吴昕出来的意义。这轮挑战由于队长维嘉的错误决策，派上了弹力不佳的吴昕，导致耗时过多。而作为有人数优势的队伍，他们的惩罚将升级为恐怖的电击。命悬一线的维嘉队能否创造奇迹，免于电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妈。宋仲基，你是巨星，你可以说不。你要说不，我们就换砸锅。开开心心的玩吧。跟我扯些别的，跟我扯别的。好，准备好了吗？四位勇敢的人，准备好了啊！胜利的电力，你们的成绩最终是多少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还有40多分钟的前奏，来，我们看，还没结束呢。我们看一下时间是多少。电的吃蛋糕了，电的吃蛋糕了。这是电饿了吗？是我的问题吗？我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哪有？我差不多觉得到电到。你觉得到哪里？你觉得到哪里？你到哪里？到哪里？哦，到这，到这。你没有感觉？我没有，我不知道开始了。你有感觉吗？我到这儿了。好，佳佳，佳佳，让我们看一下成绩到底是多少。哦，43分78，43秒，43秒。好，接下来我们到这关了，这关我们既然这个有优势，你第一个了，这个有优势，你第一个有优势，你第一个，然后我们宋仲基第二个，星星第三个，准备好了吗？那另外算个斤数吧，克数吧，克数啊，换一个，因为按我们那个克数，他一看就知道呀。对啊，这样好不好？我们改一个克数，好不好？38到42，好吧，好吧，38到42，好，来，好了 ，OK， 好，38到42 ，OK， 好，好，来，开始。多了，38哎，觉得不小，多少？我觉得不小。你看，哎呀，来，56，对，都 OK，good，差不多吧 ，very good，no，够了，哎呀！明明就是想吃了，好吃鬼，肯定成功，这肯定成功，放回去，别抖，快放，快放！呀，37，没到38，你拍啥呢？下一个人，不是，没有用，我们就是三个人挑战都失败了。第二
轮挑战，最后一棒吴昕以一刻之差与成功失之交臂，懊恼之余也只能乖乖接受惩罚了。只是仲基欧巴，你的头还好吧？最后的决胜局可还等着你呢。第三轮我们一定能成功，因为第三轮我们要派出宋仲基，站这个保鲜膜，你选一个跟你配合的。谁啊？你选一个。维嘉。维嘉，果然是喜欢马栏山刘德华，中了。OK， ready， 30秒， ready， go。长吧，我们这边怎么这么长？宋仲基不行了，哦，去，快拍，拴住了，拍，拴住了。嘉哥，刚才转出一种天女散花的感觉。嘉哥，你刚才像小公举一样。啊，奥运好像那个游乐场最刺激的那个项目哦，那个大摆锤什么那个，对对对，那个、有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往观众席飞出去的，是有这种感觉，好，来吧，啊，我觉得有希望，我真的觉得有希望，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好，我们成功。不然的哟。接下来最后一轮啊，一共玩了三轮，前两轮都失利了，接下来看最后一关，他们的成绩到底？成功了吗？哇！成功了！成功了！我要看一下时间多少。哇！真的？哎，感觉你们在骗人，你们节目是不是骗人呢？二九这么好，好厉害！真的吗？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真的吗？那个什么假的？哦。今天两次了，运气很好。Lucky boy， 来，掌声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007先生来展现出我们下一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少放你狗了。这些有的没的。尴尬不？不是。尴尬吗？尴尬吗？尴尬。오늘이분이제일재밌는것같아요。我觉得今天啊，最有趣的是这位了。最有趣的是你。其实我觉得出场时候这个想法我很好，我觉得很好，但是要排就稍微排认真一点，就是排出一种有的没的的感觉。好，来加油，来。哦，情侣伪装计划。情侣伪装计划。三位特工需各显神通，获得女生青睐，赢得搭档。说到这个情侣计划呢，我们今天三位特工会很有福气，因为今天听说来了三位非常棒的女特工。有我们，有我海涛什么事儿吗？哦，不，她是特工，你也是特工，而且这三个女特工非常有可能，其中也会有人选你们。你说得很不自信呢。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我也觉得这个计划好像是为宋仲基度身定做的，因为在他之前的作品里面呢，说实话留下了很多浪漫的瞬间啊。那么特别会吸女生。对，我们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剪辑，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浪漫功力好不好。来，请看。制造浪漫作为一个无国界跨时代的男性必备技能，更新换代的速度简直有要超过 vivo X Play 5的节奏。可是物理重击欧巴不仅拥有天使面容、魔鬼身材、能撒娇、会卖萌，这样的一个完美男人深情地看你一眼就已经受不了了，居然还会花式浪漫。别看人家萌萌哒，人家其实是老司机。
花式浪漫新技能套餐，欧巴教你哦。套餐一，初级情话必备餐，和乔妹说情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重要就특히주치의비밀。和姐姐说情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준기야누나준기맞지나야누나나너무보고싶었어还有这样子的。누나를좀가장잘아는남자가되고싶어서앞으로누나라고안부르고너라고불러도될까요너라고불러도될까요套餐二，亲吻全搞定筒，二话不说直接啵啵，害羞的吻，不经意的吻，霸道的吻，还有隔空一吻，甜蜜喂食什么的，随时来一口，一击命中他的少女心。套餐三，特技浪漫进阶餐，登记携带变成一门艺术，当扔出去的手机接得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可以保护，拉近距离从未如此简单，练习时请注意可不要轻易模仿哦。还有更高超的技巧，就让 Big Boss 现场教给大家吧。我们看得很嗨，但当事人是觉得很害羞。哦，굉장히쑥스럽고부끄럽네요。不会，你做的时候就要想到有今天。结果我们也是特工，没有这个片子。有的你们自己花钱剪。今天来了三位女特工，她们都说自己是宋慧乔。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宋慧乔。这样好了，很认定。其实这个门是我可以遥控的，所以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先看，比如说我们先看看几号的腿啊，或者是对三号。好，我们先看看三号的。송혜교씨가입었던옷이랑똑같은데就是他本人呐、他本人要再往上一点吗？他本人会这样跳来跳去吗？对好啊，看看吧。一样。身材呢？一样。身材也一样。一样。好。所以那你决定全开吗？对。这样好了，你在请一号出来之前，我觉得至少给二号一点点机会。二号一点点机会。好，谢谢。好，可以了。好，就这样。要多一点吗？对。好，再多一点。好 ，OK。真的要吗？好，那我再给一点。好。哎呦！海涛，你怎么又在里面？三号。三号刚才可能换到一号去了，现在才是真的三号。哎呦！제가신발끈묶어줬던그바로그신발인데就那双鞋啊，而且那个鞋带还没有把，哇，心机好重啊，这心机够，故意把鞋带松的。我跟你讲，网友都预测了我们节目里面会让宋仲基去弄手机呀、绑鞋带，这个你看心机都已经留好了。你们该不会真的请宋慧乔本人来了吧？我们确实有很努力的。去安排这个行程，但是有一些进度我们不能跟男主角讲，因为这是你的中国的综艺首秀，快乐大本营绝对要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他开始期待了耶，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期待了，너무기대가됩니다，非常的期待。如果真的见到宋慧乔，你会对他说什么？第一句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原来第一句说的是中文，궁금한데요너무。
我真的非常好奇到底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先把一号揭示。一号是狐狸欣欣。哦，咋了？咋了这是？ 大家好，我是一号女嘉宾吴慧乔。我的性格特点是安静，非常宅。我的人生格言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乌龟，因为它基本上不怎么动又长寿。所以呢，常年不出门，让我养成了一套技术宅。各位男嘉宾，这是我的自我介绍。 好，谢谢。好，辛苦我们的海浪担当。好，接下来，麻烦这位女嘉宾到那边稍微，你站在一号那格子那，好不好？结束了吗？就差不多了，待会儿还有别人没出来呢。啊，结束了。回去吧，回去吧。好，回去了啊。我是吴慧乔。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先看三号好了，好吧？三号，三号，OK，心机girl哈，三号。哦。 越来越像了，对不对？哦，越来越像了。哦，快快，救死扶伤，快点呀！卡吉玛，阿加西，快人工呼吸，不要人呢，还要不灭。 终于被他救死了一个。对。有自我介绍吗？这位安队。阿加西走了，我没有心情自我介绍。我只希望每天。 大家都幸福的活着，忘掉我叫什么名字吧。我叫谢慧乔。<笑>可以了，可以了，好，请到你的位置，谢慧乔。回去了，好，谢慧乔，真的谢谢慧姑。<笑>天哪，没想到三号我们重名哎。好棒，好，接下来给为我们快乐大饼，给三位特工准备的 super surprise， 巨大的惊喜。 舞台上最有魅力的闪亮女人，各位心目当中的快乐天使，同时也是喜剧界的颜值担当，掌声欢迎宋慧乔。 出来，他躲好远呢、啊。风怎么关了？风快了，没有，因为刚刚差一点假发就吹掉了，差一点，所以他们现在你啊，自我介绍，自我介绍。我是最近减肥，所以导致皮肤有一些松懈的松慧乔。这是我们今天的。 慧乔三宝，<笑>好，来稍微站到中间来。啊，我们要采访一下三位特工，对哪个慧乔印象最深刻？为什么？